泡妞。是米克夏。台湾人猜米克夏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对啊，因为他们都是一头牛。喜欢吗，爸爸？为什么爸爸有钱买给你呢？爸爸是突然，爸爸死了。不是啦，不要这样吧。喜欢吗？爸爸买给你，还记得这是哪个广告的台词吗？我们今天准备一些超经典的广告台词，要来考考路人们，走吧。想问你们有印象就是自己看过哪些广告吗？目前最有记忆的可能还是那个感冒药吧。感冒药是？对对，感冒药。还有那个什么张君雅小妹妹。张君雅小妹妹拎到。叫你泡米一定做好啊。叫你阿妈来啊。可口可乐的黑的那个弹舌那个。水不够喝冰就好，好像是口香糖，什么塞有头那种。爸爸买给你那个。QOO。沙很大，有吧？对不对？有有。可是那是什么广告啊？我知道是游戏，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。安心谣言。不是瑶瑶吗？真的瑶瑶是那个。嗯，那个沙很来了。哦，你是第一个答对的。演出提示来喽。那个我没有玩哎，我忘记了。你有玩哦？这也是游戏吗？风筝狗，荒野乱斗，荒野乱斗，部队冲突，部落冲突啊，部落冲突，哦，答对了，喜欢吗？爸爸买给你，是银行的吗？这很经典呢，这很经典，他让给你们猜，但是我想不起来，喜欢吗？爸爸，车子吗？买房子，房子，为什么爸爸有钱买给你呢？爸爸是突然，爸爸死了，不是啦，不要这样吧，爸爸买给你，来，你再来，哇。咖啡吃甜食让你胃食道逆流吗？我看不懂。这个有，这个你知道吧？极味服饰地啊，答对了。极味服饰地，什么都买，什么都卖，什么都不奇怪。雅虎奇摩拍卖，雅虎奇摩拍卖，雅虎奇摩拍卖。这个好恶，他表情系玩家哎。全联店，全全国电子，全国电子，全国电子吗？这是疲劳顶空口的空姐，那个铁啊。对，哪有？就是酸痛贴布那种。那边吃药吗？沙龙 pass。你突然变忍者，寻觅你，那个寻觅你，这你们不可能不知道哦。是的。巴拉巴巴巴 ，I love it。是巴拉巴拉巴是吗？达美乐吗？还是？我天啊！等下，你们真的不知道？再让你想一下，非常非常经典。麦当劳。是麦当劳吗？甜甜的雄厚啊！那个喉糖吗？喉糖。甜甜的雄厚。京都念慈庵。京都念慈庵米达。哇，你回答都好标准哦。对，女生25岁以前都来得及，25岁喝就没救了，之后就是比较没有效，定型了。这个我不知道。青木瓜丝乌。青木瓜丝乌。青木瓜丝乌。答对了，青木瓜丝乌。为什么你会记得这个？为什么你会记得这个？一顶爱配温开水。我录完龙角散之类的吗？三茂热饮。苦拿藤。少精啊。哎，好厉害哦。租车吧。和尚租车，和尚，哈哈哈哈哈！我在说和尚在庙里呢。哦，和尚租车，还有另外一家，和尚租车，另外一家是？我没有在租车。和运吗？和运，我真还蛮恭维，但是我真实在，有听过吗？很熟，对不对？棒球选手，这个我就没有，没有印象。支持啊！哦，有哎，各位阿妈来啊，有印象吗？这完全没有巧克力啊，就是里面有那个花生，然后外面包巧克力的 sneaker 士力酱 hockey 啦，哦，宝丽达吗？马鸟，宝丽达不就维开头的维达利，饮料什么利的宝丽达维达利啦，我知道，一群人然后拿着那个咖啡色玻璃瓶啊 ，whisky 哦，啊你会唱吗？那个。Thank you, happy. Thank you, 晚餐。五七加个大声。卖水果吗？这是青岛。五七加个大声。Happy 啊。哦，哎，你是有在喝酒的哦。三餐老是在外，人人叫我老外。蔬菜饮料是什么？蔬果汁那个。啊。国米国菜。国米国菜。七岁大个未开胃。
不知道，好耳熟哦。怎么办呢？我们都不会。有印象，不记得。很熟吧？说好说好说，那是什么？爱之味。没阿德。爱之味。没阿德。现在养了一头牛。是米克夏。米克夏。什么米克夏？米克夏说：“我们为了你养了一群牛啊。”这是林凤仪。林凤仪还为了你猜米克夏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对啊，因为他们都是一头牛。起来。现在也才三点，好熟哦。清晨好几点，你怎么还在睡？起来，想不起来。老板在你身边，快吃我在火力消失之前。奇异果，奇异果，奇异果，对不对？奇异果。那你知道那个奇异果的牌子吗 ？Let's free，Let's free，Let's free。张君雅小妹妹，是张君雅小妹妹。哎，不是，就是张君雅泡面。啊，就张君雅小泡面，哎，张君雅小泡面，小妹妹的那个泡面是吗？就一颗一颗的那个，那个是他因为这个广告红了以后才出的系列产品，手打面，威力手打面，不要再给我打分数，不知道，我会看哪一个产品，是我太讨厌他，你太讨厌他，为什么你小 S 是不是啊？优格，哦，答对了，哇，点到呀，金头刀，这个就很简单。这你应该知道吧？不知道。豆浆啊，这个很耳熟，但是阿妈说的，这是花生，花生不跟那个罐牛奶花生，花生牛奶吗？牛奶花生。你累了吗？维他露皮，蛮牛。哈哈哈哈哈。宝丽达皮哦，蛮牛。很好。撸夹撸赞，夹巴金坤。安眠药吗？安眠药。泡面。阿赞，夹巴。一豆赞，撸夹撸赞。一豆赞。老呀，你要再加花生土豆面筋，这个我没听过。大包包龟，哎，你好接，你好地接地气啊！有啊，你答对了。知道我在讲什么？听那个音讲。真的假的？所以你完全不知道那四个字什么意思？我想说就是大包包龟，那什么包你在讲？给你一对翅膀。是的。瑞布，瑞布。啊，秒答。喝水不够。多喝水，喝水不够喝冰，喝冰就好，答对了。喝冰就好，喝冰就好。查甫人啊，千万唔通春景一吹。这个也好经典哦，对不对？你又是一个泡沫女生。对对对，是那个没礼貌，人家里面是壮阳的焦糖牌。哎，你好厉害哦，焦糖牌。喝的几瓶？咖啡，咖啡，哪一个？普洱咖啡，几瓶咖啡？红色包装的。贝纳颂，贝纳颂，贝纳颂。It's good to drink。黄色的饮料，那个，然后有一个黑人，宝丽达 B， 什么 B 啊？没有英文，没有英文。维吧。维他命。维他命。维他命。没有英文。好。那个。不要错了，维他命。维他命。维他。这几个东西真的太难分，什么维大力、维士比、维他露 P， 然后宝丽达 P。中果汁真好喝，喝的时候酷，喝完脸。我没听过吗？你们真的都没听过？没有，那个蓝蓝的那个。对啊对啊，再忙也要跟你喝杯咖啡。咖啡来吗 ？CP 咖啡吧，波浪，全家的。对。胆固醇，我叫胆固醇，哦，叫你胆固醇，胆小姐好，胆小姐，胆小姐，有点肚子的男人最迷人。那个黑松茶花饮料是什么？油切绿茶之类的。